做的视频也快要钱了，那要吧。做的视频要不要钱跟我有啥关系？不让看就不干呗，真是的。这不上班的安妮儿吗？全军出击！开会员就有版权了，有什么版权？没有，不让看那斗鱼。这上班的安妮儿。闪的有点快，插个眼儿。补完回家，我们比他少了一瓶药，不回家的话不合适，买个皮鞋吧。这把我出把挺劲吧，要不我没出过挺劲，我想出一把试试。45攻击力，20攻速，200生命，20激素，45攻击力，400生命呀，少了200点血呀，但是加了20点攻速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脑袋上还有个东西呢？那滑板鞋怎么的？怎么还给杰斯绑了呢？其实也不稀奇，昨天还给基姆绑了一个呢。控波线儿吧，我一上来扣一下，冲什么？难抓呀！没完了，还点呢？哎，为什么这个能甩到后边去？我在他前面走的，为什么给我甩后边去了？这是什么东西呀？难抓这玩意儿了，跑得那么快呢？还行，兵线进塔了。甩前面我就进塔了。我甩前面可以进塔，没有关系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。
我进塔他就死了，我都不用交技能。后边有人，我一上去那一瞬间给我吓一跳。没法动了呀，这屋地人不走了，赵信拿了个红吧。操，真膈应。乌爹人怎么还没完了呢？我也不敢动啊，他也不能走啊，我感觉这人呢，这怎么办？他住这儿了。看来这把必须得出挺进了，这把没有挺进，这玩意儿那太难杀了。蛇女别死了，为什么蛇女不开盾呢？跟个猪一样，这哪是蛇，这是猪。他多少血呀？啊，血还挺多。哇哦，蓄血好高，这无敌人。真的，我感觉我必须得出挺进了，不出挺进不行啊，不出挺进追不上人呢。杰斯上波闪没用出来，应该是
单杀，那乌迪尔不来他能单杀我呀？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说人家一直往我上路跑，那来了多少趟了？那都拿条龙吧，你来这么多趟做点事儿啊，把龙给拿了也行啊。峡谷也没有，龙也没有的，那能行吗？谢谢你一个 W 的火箭。谁又来了？你俩都得死。哎呀，拿条龙吧，赵公子。这他妈都三个人都上来了，还不拿龙，我要吐了！赵公子，拿龙吧，兄弟呀、啊！你可干点人事儿吧！给了就给了吧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哎，这挺进鳄鱼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。我说实话，那乌迪尔又跑上来了。你们说我这一打二有没有机会？我觉得机会不大呀。哎，我们去把红打了去啊！这乌迪尔要去红。乌迪尔是500块。操！他韧性好高啊！韧性有点高，跑得有点快。这杰斯直接越塔，完了，乌迪尔又在旁边啊。别去了，那边四个人，拉倒。我们家下路 AD 杀了7个，还行。
个他妈不把这无敌人给我杀了？啊？可以，赵公子，太装逼了。蛇女是不是有点起飞了？我看看能不能把他这个野区石头人给他刷了。哇哦！哇哦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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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炼金罐来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你没死？赵公子，请等一下啊！没事，就杀他锤石。哇，这无敌人跑得好快呀！但我们这波其实算是小亏，不算是小赚，小亏一个人头。出个黑切吧，小龙没了。亏一个人头加一个小龙。那杰斯才11级，我的天！没关系，我卸手了。刚要能有个卸手，能把他们全收了。鳄鱼出挺劲，感觉团战里面不算特别厉害啊。只能是单带还行。先晕 AE AO AE。 够吃了，你够安妮儿也行啊。这个得你在前面啊。没伤害了。这我要是有可血战斧就好了。刚泰坦不应该勾无敌尔的，他把安妮儿勾过来，我们先把安妮儿杀了，那无敌尔就没办法杀我。赵公子在干些什么东西？
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把安妮儿给我杀了！放风筝啊！先杀安妮儿，那泰坦都大滑板鞋了，我们怎么先杀安妮儿？你说，然后人家还有沙漏，不能先杀安妮儿。还好我这是韧性高，我要韧性低，我得让他们玩死。后期不行，把这个挺劲给他换了，换个可喜。不算特别厉害，我感觉。来团啊！这波他们都没技能，那安妮儿也没闪。哎呦我操！你怎么不直接打他呀？小龙给了吧，不要了。蛇女儿不会，不是蛇女儿不会，是那打野跟中单都不会。你看那乌迪尔跟那安妮儿，他俩走动的没？本来这杰斯都基本上不可能有这么多补刀的。人家赶上我的时候，他们连个屁事儿都没做，他啥也不干，在那乱晃。本来我们家小龙可以拿两条，那乌迪尔跟我上路待了能有四分钟，我估计我都没办法动他杰斯，我动他他就出来，他也不打龙。看看再出点什么呢？黑切、振奋，出个振奋，省得这安妮儿打我疼。不过安妮儿技能交我身上，基本上也就废了。快走！硬打打不过。谢谢护士串的一个飞机。谢谢护士戳啊！那赵公子怎么又没了呢？干嘛呢？还有这位置不能在这回城。减速。你给我直接打他。安妮儿到底还能不能杀得了？
还行，你赵公子把安妮的美甲窃魂卷打下来了，打空了。安妮大招呼我，呼我就呼我呗，那我只能让他呼我。你是俺们家那赵公子也没有用，他呼我跟泰坦，他就别呼 ADC， 那我就只能上去扛着，没办法。硬顶呗，那战士不硬顶，还让 AD 硬顶呢？能不能就每回看你怎么都搁家里头？是为什么那家里头就这么香？每回都能在家里边呢，兄弟，看你一回搁家里边一回，看你一回搁家里一回，来呀！蛇女又没在，往中路走啊！泰坦跟我站前面，那 AD 往后边站就完了呗。这 ADC 他妈怎么死呢？这是，啥子我也血什么没事。AD 是不是在左死？往我脸上穿，我的天哪！把小龙打了，打完把小龙打了。还能做一件装备，做一件什么呢？安妮没闪现了，还下波我们就盯着他，就盯着他，就一直打他，不让他动。一直盯着他，盯到他死。这个英雄就只有一套技能，他如果没有开到比较C，没有开到我们家 C 位就没有用。我有点怕死。我让这兵人打一会儿。再来一下，我知道他要开啥了，无所谓，我有戒指，随便打。哎，塔拆的不错啊，回家，不用回家，全死了。让 AD 没有威胁就可以了。